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Mina，一名坐标美国南加州的地产经纪人和注册会计师。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在我们的尔湾森林湖，知名的建商托尔兄弟 Toll Brothers 最新的楼盘终于开土动工了。这个 Toll Brothers 的新盘呢，叫做 Nakasi 呢，是最近美国知名建商托尔兄弟在尔湾东邻的森林湖城市，位于森林湖市北部的 Baker Ranch 贝克社区的中心地段，即将推出的一个大型的新盘。它呢是一项总体规划开发的项目，与西北呢是 Bake Parkway， 东北呢是 Rancho Parkway， 东南呢是 Serrano Creek， 以及西南面呢是商业、工业和办公综合区域。Nakasi 呢是一个日文词，本身的中文字呢叫中来。这里原来呢是一个巨大的苗圃和观赏植物的种植中心。2020年的10月1日呢，托尔兄弟完成了这个年度呈现最大单、最高金额的土地单笔交易。这呢是一个122英亩的土地，那么这个新盘小区的地产规划 master plan 呢，就将在这个占地122英亩的社区，做一个度假、娱乐、生活、休闲、子女教育以及享受的大型楼盘社区。这里呢会建一所全新的学校，还建一个25英亩的大型中央公园，为住户业主提供最开放的空间和最最棒的休闲生活地区。那么托尔兄弟的这个最新的新盘开发项目呢，将会盖675栋独立别墅住宅，分别呢分布在5个不同的子小区社区中，主要呢为2层楼和3层楼的结构，然后呢还会盖101个高端老年公寓项目，以及2座综合设施的社区会所大楼、市民活动中心、自带楼层停车场的便利设施。学校中小学呢会在公共基础设施区域中可容纳1000名从幼儿园到6年级的学生。这个新盘小区呢还会建另一个约有12英亩的社区休闲体育公园，其中呢还会建筑全新的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匹克球场、儿童乐园、狗狗公园等等。那么这个公园呢会连写拉诺小溪，那里呢还有一个10.4英亩的开放公园栖息地以及步行的散步小径。为了这个新盘的建立呢，托尔兄弟可谓也算是下了血本哈，也可以说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能够让森林湖市政府批准这个大型的新盘社区建案，托尔兄弟呢赞助了奥尔顿公园大道，赞助了全新的森林湖学院，赞助了新的中央公园和社区大楼以及市民活动中心等等。那么这个新盘呢将会成为未来森林湖最具投资价值和最理想的居住的首选。我在过去1年中呢，大约去过不下10个托尔兄弟的社区和样板间了。托尔兄弟的品质和轻奢设计呢，也一直以来是备受广大购房者的青睐的。今天呢，就简单的将这个新盘的破土动工的好消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请大家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那么未来呢，有新的更新和开盘信息、户型价格以及其他的详细信息，我也会随时跟大家跟进分享。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感谢收看，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